点中点系列非正式 KTV 大赛。下一位要为大家带来演唱的是在直播当中曾经演绎过非常经典的，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过他精彩表现的，而且他唱歌跟他说话的状态完全是两个人。来，我们有请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小贝。我唱的他心碎，我唱的他心碎。小贝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是带光环的，对，深情是吧？或者干别的事儿，只能默默的倾听。真的就是会让大家不自觉的安静下来。他练了多久？你练了多久？练了多久？一直在练。什么鬼？我不给他点赞还多不好意思。什么鬼？连怎么了？都不在练。来，我们这样，我们来给小贝点赞好不好？好。觉得小贝唱得好的，请点赞。唱得好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赞，恭喜小贝。采访一下没有点赞的话，波波和你们俩，你们俩都是唱的非常的好，但是没有放得开。